哎，英哥能听到吗？啊，说吧啊。哎，我是在国内混的不咋地啊。然后我身边有一个澳洲的朋友，然后他跟我说，在澳洲那边比在中国打工也好，干啥也好，要强。对，澳大利亚那边吧，他那个就是几个特产，一个是袋鼠，一个是牛奶、羊奶。这些然后那边确实好，他那边水龙头打开自动淌牛奶的。哎，英哥你听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听得懂。要推灯牌的啊，几级灯牌啊？然后我哥们儿你听我讲，我哥们儿，你去找你哥们儿去，快点的吧，你几级灯牌？你能跟我哥们儿讲一下这个澳洲哪好吧？我跟你哥们儿讲一下澳洲哪好。澳洲水龙头打开自动淌牛奶，这还不好吗？对，首先一点，那个我是他哥们啊，然后那个是我觉得澳洲，首先一点呢，自动产牛奶呢，是吧？水的话肯定是比牛奶要贵啊，水怎么还比牛奶都贵呢？澳洲？肯定了，是吧？然后不是你先，你哥们儿，你站上的，我先问一下，他去的是啥身份？我在 Perth， West Australia。不是他啥，他啥身份去？啊，什么 ？Sorry， 他去？Sorry， 不是你咋的？你不 speak English， 显得你很 low 是咋的呀？我是中文，说说我现在中国。啊，对对对，我现在问你一下，他去澳洲以什么身份去？以你儿子身份去啊？其实讲实话，他有和我去聊过一些问题，然后说。好，等会儿稍等，打住，弯弯的是吧？不是弯弯。那为什么他有和你啊？我和是因为我跟弯弯有和多的聊天，啊、okay, okay, okay, 然后啊 ，OK， 但是不关于这个其他聊天，啊、好吧、啊？是，好，没问题，我只是好奇。所以呢，是两岸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哥们儿是哪人啊？我问一下。就是我吗？你哥们儿，你俩不是同一个地方的吗？我们两个湖南的，我们两个同一个地方，湖南。湖南台湾腔 ，OK。对，台湾腔是，你知道。我之前会有交那个台湾女朋友啊，马来西亚。好啦好啦，你很机车哎，你接着讲。别套 buff 了，别套 buff 了。你接着讲哈，对，那是相同的，但是我们还是秉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好吧？好好好，没问题，这我相信你啊。对，然后相同的，这个我们会去教育别人。我先问你一点，你直接回答我，他以什么身份去澳大利亚？不是，他有和我去聊过一些问题。嗯，我说的是和啊。嗯，和我去聊过一些问题，然后说他要去怎样的身份，然后到澳洲，然后我说你可以去做一些旅游签证，然后去做一些商务的签证，然后你可以说所谓叫做去做一些工作签证，比如说657，咱说一下，咱说旅游签证他怎么打工啊？旅游签证的话，其实讲实话有一些黑的东西，然后你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我可以去聊吗？不用去聊，你只要告诉他这是打黑工就行了。但讲实话，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确实能赚钱。啊、好好好，那个我相信能赚钱，毕竟搁美国刷碗的3000和人民币还2万呢。他能对对吧？能吧能赚多少钱呢？你跟他讲的。我们所谓有一叫汇率的差，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我问一下他能赚多少钱呢？按他的。就很简单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中国，或者说你要去赚一个，不是，你就告诉我他能挣多少钱人民币吧，一个月。9000到15000吧，人民币这个差距，对，人民币嘛。那他都不抵上上海卖手腕子去开网约车。那个我是按一个很 cost 那个，不，就是、你按的是他的水平，说白了就按你按的是他的水平，他没啥什么，他没啥技术，对吧？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和我现在这段时间我在国内，对不对？嗯，然后我会去了解国内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和消费的习惯。嗯，比如说我本来首先啊，我能不能说我是哪里人啊？没关系，你随便你说。对，你说我老家长沙人。对啊，长沙是一个特别一个很一个生活很丰富的一个地方。这样呗，那我觉得你其实咱俩没有说到这个我。You don't get a point, OK? 哎呀，咱俩说到点上去啊，就是咱说按哥们儿，你哥们儿说你出去以后能挣9000到15000，挣9000你认不认？你去不去？啊、我在国内也能挣着啊，你就告诉我去还是不去就完了，9000去不去？哎、英哥，你听我说好不好？啊，我今天上来是给你整活的，我是很热，我爱我的国家。你别卖你朋友，我现在没谈爱不爱国的事儿，我问你9000你去不去？别废话。啊，我不去，12000能不能去？
啊，不去不去。一万五能不能去？一万五也不去。多少钱能去？那最少也个五六万吧。我操，那个哥们儿长沙弯弯哥们儿，他挣五六万能不能挣上？他问你能不能挣上？在长沙本地话，不是他要上澳大利亚挣五六万能不能挣？上澳洲能整上不？对，哎，我跟你讲实话，然后在澳洲的话，大概在五万左右，3到5万人民币的话，是可以挣到的。能挣到是吧？对，那这样的吧，这样的，咱你俩折个中，你说3到5万，他说5万6万，你呢你也别说5万，他也别说3万4万，去了挣不上的你补，这行吧？我可以补啊，你可以补，这4万往上的你给他分一半。这行吗？对，他挣4万往上，他挣4万5，他给你分一半。对啊、他比如说他挣了4万5，是吧？他有1万5，然后分7500给我嘛。不是，四万是中间线，是中间线分你一半什么的？四万五拿5000分你一半，给你2500，多赚了哎5万，然后2500不够4万你补，超过4万的话，他给你分一半，这另外一半当他挣的，行不行？那 OK 的 ，OK 的，行吧 ？OK，OK，、OK, 那哥们儿你去吧、啊，这还不行吗？有保底，大不大？张不张宇？不是，一个，我跟你讲，我一直没跟你连过线，但是我是很，我你看到我的头像，我也是有家庭有孩子在这里的。我跟你讲，我是很爱。不用管那干铁，你爱不爱的，你搁家一月挣2730，你保安服往身上一穿，你直接上澳洲一月挣4万，没事儿，你爱不爱你能挣上4万也值，哥们儿去吧。我就是让你来跟他那个说一下道理。我说啥道理呢？讲话不够都敢给你补呢？这哥们儿还咋的呀？说白了，你管叫上爸都不过分。是这样的，那个稍微一点，是因为相同的我的哥们儿，然后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呢，希望然后去跟你联系线，然后呢，今天正好在今天这个晚上，我这段时间我回国嘛、啊。我听懂了，你是想聊聊是吧？想聊聊，那我问问你吧。四万五，咱按4万5说啊，4万5，他开销要花多少？其实相同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话，然后你也知道，在这方面的话，然后哥们儿，我问一下，4万5他开销多少？开销的话是，safe right， 多少剩多少？讲实话，3万左右人民币的话，一个月是肯定可以保证掉了，就剩3万。他搁新西兰连吃带住花15000左右就够了，是吧？差不多，因为相同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澳洲的话，讲实话，你只要不抽，就 kill， 不是我们不是那谁呢？那个澳大利亚打袋鼠的，来，搁澳大利亚打袋鼠那小子，你上来，来那个打袋鼠，那个有雪山落，袋鼠骑士，他搁现实搁澳大利亚抓袋鼠骑的，咱找点辅助依据。完了，到时候你们听听唠唠哪个城市，我们也听听双方观点，是不是？我也在先听啊。有雪山山落上麦来，滚上火速连轱辘带爬，连蹬带踹，火速上麦，快点来。完了，搁澳洲的还有其他朋友，搁澳洲的咱们多方求证一下。对，我欢迎澳洲的朋友，然后我在 Perth 啊，没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澳洲的了？一起上来，来，谁是澳洲的打扣个一。不，他等我会把那个他的澳洲朋友连上麦，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反倒不有雪呢，有雪山山落呢，给提了出来，袋鼠有请袋鼠骑士。我记得咱不是就一个澳洲的了，好几个澳洲的，咱们多方面打听打听，行的话今天给他送出去。澳洲的朋友啊，这个是澳大利亚，对，交朋友，对不对？啊，对，你还记得我吗？啊，记得，别着急，稍等一会儿，咱把澳洲都提了齐了，好吧？有雪山落哪儿去了？让我抓了他，这小子不听直播是吧？那个我那个高端精英群呢？高端精英群。搁澳洲当博当流的。How do you? I'm with all the guys. 澳洲口音确实挺那啥，确实挺奇怪。澳洲的，澳大利亚的上人来。澳大利亚的上人的。我给你摇人啊。啊。斌哥，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真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别忠实了，他今天能给你4万，你就跟他走。天，你听我的，还交给我。你就跟他去，能给你4万，今天就跟他去。他跟你说，不是那个英哥是吧？啊，对，英哥。英哥他跟你说，那个他是你忠实粉丝的时候，然后跟我碰了个杯。跟你碰了个杯啊，好，这是属于心猿意马了，属于。OK， 好，忠实粉丝跟他碰个杯啊，好。This question, right？ See, we do have a lot of people asking questions right here, right? Yeah, guys, I don't want to laugh you. 上了，还有的其他澳洲的，就今天就一个澳洲的吗？找澳洲朋友了。坤姐应该睡觉了。澳洲现在几点啊？
现在2:42。现在没有，我在阿德莱德。三个小时，东部是没有时，东部是。那睡觉了。东部他们 Paris 那边是没有时差。没有小，没有时差。我们这儿有一个半小时。啊，一个半小时，那也还好啊，不至于啊。还有没有了澳洲的？没有的话，没有澳洲的直接这啥了啊？直接就这些了。坤姐肯定睡觉了，坤姐挺不到两点多。不要把我 pass 掉，好吧？啊，不会把你 pass 掉的，等会儿。有没有了？有没有澳洲的？没有，我们开始了啊。谁？澳洲的扣一，还有没有了？没有的话，没有澳洲的，我们开始了。澳洲的扣一，快点。不是，我手机没电了，拿个充电宝过来。我上哪去拿充电宝？那喊那个姐，我们在中国的话肯定是有充电宝，对不对？不知道，不一定，那玩意儿高科技，不一定哪儿都有。啊，没澳洲来这么多扣一的上来呀、啊，往里拉人来。澳洲的快，土澳的，土澳期待鼠的上麦，赶快，这不好几个扣一的吗？管理拉人呢？小 C 里来，在这儿呢。Hi there， 土澳 C，Hi there， 啊，土澳的，还有没有了 ？Hi there， 上了三个人。英哥听得见吗？都自证一下哪个城市，确定都土澳的吗？土澳。英哥啊。我这边有一个朋友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边的话，一个月也就3000澳币。你先等会儿，你房租800，生活费1000。不是上一边拉去，谁要你这种负面消息？人家要挣出去挣4-5万的，你说什么负面消息？上土澳的，还有没有土澳的了？本地来，不是本地的别上了啊！土澳本地还有没有了？墨尔本的啊，还有没有了？哥，我之前在墨尔本，现在在阿德莱德。阿德莱德啊，那个萨克斯在哪儿？在悉尼，悉尼还有没有了？有的是，我给你拉满了。有没有啊？我今天把土澳给你低了满了，还有没有土澳的了？土澳上麦快！还有没有土澳的？土澳的扣一，搁澳洲的上扣一。上班了，快点的，给我起来，精神，洗把脸，摇人环节，咱们看看怎么挣这4万呢？阿德莱德，然后墨尔本，罗纳尔多，给下面罗纳尔多提溜上来，来，给土澳都提溜上来，咱们多方面多视角听听。土澳隔壁，土澳还有隔壁哥们儿，你搁海里面待的？新西兰，来了哥，土澳啊，英哥在。英爷是哪？是哪个？老墨尔本了，老墨了。啊，老墨尔本 ，OK， 老墨尔本，还有没有了？再来一个，凑齐了。墨尔本，还有没有了？再来一个，凑齐了。灯牌是灯牌，你是吗？你别搁那装啊。对呀。好，灯牌哪个城市？哎呀妈，这小子还开始 party 了。灯牌哪个城市？辽宁锦州，你汉卿大哥。你他妈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这江汉卿，这江汉卿滚出去！先给拉黑，整一天整850个号。辽宁锦州，你辽宁巴州的，你还没有土澳的了？没有的，我们开始了。这肖汉卿太能要画面，这个逼白太能要画面。明哥，然后那个咱们现在一个 1-2-3-4。好，来，那这样我给你们那个啥，我给你们主持秩序，咱们从多方面去了解土澳到底今天行不行得通。OK， 现在呢，有请今天第一位啊，今天第一位就是说这个丝瓜煮麻花，他哥们儿、啊、那个我问一下啊、哥们儿你怎么称呼？我就是那个正好是我的，我叫丝瓜。不是，你问他怎么称呼？Introduce myself， 咱们店啊 ，OK， 嘚儿啊 ，OK， 嘚儿，你在澳洲啊、一个月挣多少澳币？这是一个很隐私的问题。OK， what kind of job you have？ 哎、，but if it's maybe it's one month， maybe that's if it's one year， that's maybe for 你就告诉我，我是 sales， 我是 construction worker， 我是 engineer， 就 what kind of job you are？ 得 ？Oh， I will say this so.So strict myself。啊，就啥活吧，快说吧。好吧，就中文的话，就可能是50万。Maybe
不是，你是啥？你是啥工作都这么费劲吗？中介啊？你有什么工作啊 ？This Mr. Permit， 你就直接中文说吧，费了血劲了。Let me think. I'm doing. 说私人的一些私人一些金融业务，就是说白了，这国内网络过投资移民的呗，对不对？非公开性的投资移民，私底下整不好钱给人从哪儿出去的？搁香港买证券，行了，我知道了。你大概一月挣多钱？啊，那没有一个月，然后一年嘛。啊，一年多少？50吗？对，差不多。一年50万澳币哈 ，dollar 啊。啊，一年50万澳币，就是他就干这活的，我中介 OK。然后那个来那个下面这个那个大菠萝，你是啥活？一月挣多钱？我是学生，我之前打工过啊。你是学生打工过？那个你打工时候挣多钱？就是我从 entry level 是 minimum wage，差不多22，然后后面涨了，涨到23了。你跟我说，我们不想听一小时。一个月你挣多少钱？你打工的时候？两周最多打工40小时啊，40小时乘23，然后再乘2啊，就是。啊，一个月的标准薪水多少？对，我算一下，等会儿22小时是吧？22一小时，22小时一天，一天170，176，然后5天的话500，他有最多735，他啊，他两周最多打工最多打工380-400小时，他是有规定的啊，没事，就是你就按全职算嘛，40小时一个礼拜嘛，对不对？一个礼拜40个小时，40乘以22一小时，等于多少？880块钱乘以4个礼拜，这就是那个483200，再算上2天，给你算2天的话，你就3500块钱一个月呗，合人民币多少钱？现在的话，啊，16000。啊，16000，没吃没喝，啥也没跑，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干什么工？这是什么活？我这所有东西只要没那么位置都这么多，就是属于他那个时候 basic pay 吧，对吧？就20多块钱一小时。对 ，OK， 好啊，那下一位来，那个 Cecily 是什么活 ？Cecily 是什么活？你干啥活的？你干啥活？我是做 sales 的。啊，这种薪资要高点了吧？一个月挣多少钱？8万刀，不是一年8万刀，一个月的话，它是加上 commission 来讲的话是8万刀，然后基础工资的话也就在5万刀的样子。基础工资一年10万，然后再加上对一年5万，然后再加上 commission，然后大概有2到3万，所以平均下来是8万，最多时候一年可能拿了13万刀吧。7000一个月呗，对吧？对吧？你税前是这样，但税后其实到手也没多少。税的事再考虑，哥们去了以后不用交税，提他就好使。就是那你这个你在 sales 里面，你算是属于靠 top sales 点，还是说比较一般的呀？一般的，对。啊，一般的 sales 有没有身份？有身份，你是有身份才能干的活。有身份，有 PR。对，有 PR。OK， 好，那来那个先告一段落，来萨克斯什么活？萨克斯怎么静音了呢？给自己打开，来了、啊，对，什么活？多少钱一个月？来，我干的活就我学生嘛，干的活我干服务员，干服务员一个月3000澳吧，3000澳币。啊，看来服务员三千澳币就是多点的能到个4000快5000，差点就3000嘛，对吧？差不多。OK， 行。兼职嘛。好，来，咱们先过一遍。来，那个英爷老莫，墨尔本的挣多少钱？说话呀，英爷！哎，听得见吗，哥？啊，那个这挣多少钱？快点的。25一个小时，给奶茶店送那个奶粉啥的。狗逼不是，我说白了，这好，就是得下来了以后，刚才这几个里边混的比较好的，大概一月7000块钱，哎，比较差就差一点的，一月3000来块钱。说白了，跟美国那个收入差不多，都是20块钱一小时左右嘛。完了，那个，再问一下，税打20%多少啊，哥们儿？那个谁，嘚儿 ，you here？ 嘚儿。20% 20% 税，20% 的税的话，那差不多就跟美国也确实差不多啊，40。等会儿怎么？不是你来他这里，你不是你怎么挣7000打40，人挣50万就打20呢？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呀？这边澳洲税是那个阶级的，你
18000是没有，然后到我在哈佛，都给他们放开，都给他们放开，你们打多少税，打多少百分比税，再说一遍。40%，你超过一定限，他七千就40了，哥们儿，你50万打20，你是不是有说法啊？我只有 half a million， 然后相同的我只有到 20%。就是你报税是不是一年就报5万块钱呢？我想问一下啊。那个 it's myself， it's up for me， right？ 啊，可以 ，OK， 西瓜带头，兄弟们，这是他的西瓜带头 ，OK， 行，我们听懂了。你那个哥们儿如果去的话，用不用报税啊？但是我跟你讲实话，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开公卖嘛，啊、对不对？啊，对。然后我相同，我觉得那个女生说的还蛮对的啊。就是说在这个女生然后那个基础上的话，我觉得是还蛮对的。就是你别蛮对了，我就先问你一下吧，你哥们儿去用不用报税？我觉得如果说这些哥们儿去，然后我们做一些稍微 color 啊，就稍微走点方式的话，用不用报？你觉得需要报税吗？啊，就不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你告诉他一下吧。你不拿现金吗？你人家给你打税吗？是 obvious cash。啊 ，cash 啊 ，OK，cash only， 对 ，obvious cost， 开 cash only， 你这楼这楼澳洲乡巴佬口音 ，cash only， 你能拿你能拿 minimum wage 吗？然后你知道有些你 cash only， 你一个小时只能拿十几块钱，20刀。我之前有听一个哥们儿，然后在说一个 25 right。啊 ，25 拿不到，你干什么的拿？hour, right? 啊，就是你算他25吧，算他25，算他25。然后我跟你讲实话，这个是你要去 kill bubble 你的那个。Yeah, bro. Wait a second. $25 per hour. Yup. 啊，一天几个小时啊 ？One week. 啊。You should be 多少那个小时？啊，是。你要 kill bubble that。对，你说吧，多少小时？我记得好像是我现在不是很记得这个时间。OK， 45000一个月，4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合成澳币是多少钱一个月？你除以五嘛，好吧？啊，除以五，然后那就是九千澳币一个月。对，9000嘛。啊，9000澳币很高了，我跟你讲。是。等会儿不是刚才说好不够你补的嘛，对不对？这个我们有保底，我们无所谓。9000一个月。OK， 9000一个月，他要工作多少小时？他就按25一个月的话，我们算算，25一小时的话，我们算一下。很高的。9000一个月除以25块钱，一个月要工作360个小时。不可以了，我跟你讲，除以30天，每天工作12小时，我记得应该是30天无休，一天12小时，996，997，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讲啊，就是留学生应该是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120小时啊，120小时的话，如果是120个小时的话啊，我们再来算一算，我计算器哪去了？120个小时乘以25块钱，3000块钱澳币乘以五，哎，15000人民币，那距离45000人民币差3万，一个月你给他掏3万。完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个问题，留学生在那边的话会打黑工的，是不就打黑工，哥们他得有时间他打，照你那账算，他一天干10小时不睡觉了。我跟你讲实话，留学生真的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我有和接触，我有接触很多那个叫做那怎么上学 ？Working holiday 怎么上学？那怎么上学？能不能就是给我 Working holiday visa 和留学生是一样的吗？英哥给我一点点实话来说话。OK OK。然后我之前有接触很多那个台湾的留学生也好，他们是有拉这个 Working holiday， right？ 没事，他有意。我可能知道现在不能境内不能用别的签证转到留学签了。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说相同现在是和我以前不一样的。我 sorry， 我先 pushing 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时间，然后我可能是年纪比较大，好不好？啊 ，Yeah yeah， keep going。All money right？ Yeah, 然后我喜欢别人 call me and all money right？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然后在澳洲的时候，然后相同的我们会有之前接触很多的不同的，说来自台湾的，然后来自 Malaysia， 然后来自 Singapore，是，然后都能赚9000。
对，他们会有 working holiday， right？ 就是是，有你咋月每个月五天 holiday 啊？每天 double pay 啊？没他们的 working holiday 跟我们的 different。啊，是他们怎么算？完 triple, 完全不 different。Triple, 然后他们有 cash。啊，他们 triple 吗 ？Triple all our teams are triple for that。啊，那行，那我们按 triple 算啊，一个月一年有多少 holiday？ 你说吧，我们算进去。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可能算我说一个比如说在我们我是住在 Perth。Hello。Yes, I'm listening. 我住在 Perth。啊。然后我那边算的话，应该是六个小时。每年有多少天 holiday？ 没有 Q 一个时间。啊，每个月大概有多少天 holiday？ 因为我不是 working holiday。所以我没有去算这个时间，然后但是我知道你屁都不懂，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吧。不是，真的 ，holiday visa 和留学签是一样的。因为我不是这个 visa， 你懂我意思吗？对，这个 visa 要不要换工作地址呢？这个 visa 是合法打工的，那你朋友去了是合法打工吗？他们是合法打工的，但是相同的，我跟你讲实话，我只是提出我第一个 point， 我第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说是 working holiday， 然后我还有提出一点，就是相同的，我还可以去认识很多一个所谓叫非法打工。OK， 非法打黑工。对，打黑工的人。OK， 打黑工，他用那个，他用每天剩余的十二小时时间去打黑工，先用十二小时去打黑工，再用十二剩余十二小时去打黑工。我跟你讲实话，真正的打黑工的话，他是拉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过来到澳洲。OK， 那种黑工多少钱一小时？15块钱一个小时，所以他现在每天还剩12小时，对不对？他要打多久的黑工？ 15, 你告诉我。不，你懂我意思吗？15块钱小时，他可以打12小时的黑工。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但是你的爸爸 fall astray。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我想问一下，15块钱，25块一小时都得997这么干了，15块一小时不睡觉了啊？因为我是 pay for your cost。啊、oh, ，pay for your account。OK，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现在说的这个工作将会是干嘛？一个月9000？就是我跟你讲实话啊，啊，就是到一些农场里面去啊，然后到一些、啊、鸡蛋厂里面去啊，啊很多那是 work holiday visa 才能去的，啊、你黑工不可能去。Just pay for yourself 1 hour， 人家不会让你。人家说的是 work holiday visa， 就是专门在节假日期去工作的专门签证，不是黑工不能去。那个是让你过来度假打工的，那个签证就是让你过来度假加打工的啊，度假加打工，他有工作权利，对，对不是说你就是不是那这种有工作权利的这种人，他能一周就是做 full time 吗？可以吗？也有时间区分的啊，能做 full time 吗？不是，我问你，你说的去鸡蛋厂也好，去果园也好，你如果没有工作权利的话，人家会招你吗？人家不会，你黑工过去怎么去？怎么去？这样说啊，我跟你讲实话。然后我之前有他有自己的 ，you know， 他有自己的资源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懂吗？你懂他的意思吗？他有自己的资源和庄园，但是你的爸爸 fall astray。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我们再问一下啊 ，ask for me right？Yeah。Yeah, wait a second, bro. Cecily, okay. 所以他的他的那种工作看起来是在做什么？我是。那我相同，我现在想说的是他的朋友 ，he doesn't speak English in one sentence. 听起来像是在农场种小葱。我看到像是种小葱。Sorry, I'm so bloody, right? 啊哈，嗯 ，so what？他会有kind of job， 他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澳洲这边像这种工作，擦边业务，擦边业务。对啊， okay. 我觉得打工，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读了，然后那个时候打工的话，好像你要正儿八经打工，也就是唐人街如果是华人 cash only 的话，他从2013年那会儿就8.5刀-9刀一小时这样子，我是从正过来的。后来我们那个 restaurant 被查了以后，我们老板才给到了19刀，但是也是很多年以后了。对，然后再然后就是正常上班。
华人公司来讲的话、okay. 基本就是3.7到4万刀一年，然后再加一些就是 commission。 对 OK let's for example OK 最后就10万刀、对，可不可以for example 他会去做的工作 is that illegal? I guess so OK illegal、yeah. OK illegal 不合法的工作 you know what I'm saying?丝瓜 ，You hear me？ 丝瓜，英哥，感觉You don't even speak fucking English. You want to make $9,000 per month? You motherfucker, what the fuck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hat? Go fucking sleep.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rry, you asked for me. 你都不会讲英文。Go fucking take a sleep. Forget about that. He's fucking lia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re right. You know? 他教你去干嘛？做like a blow job,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擦边的工作 block work, something like that. Without visa. 你知道吗？而且你赚不到 9,000 per month. 3,000 only. No. Guys, I'll talk for you.啊，你赚不到9000块 RB， 3000块 only。S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Question for you 啊，那个，我很 care about 那个女生说的一些话。No, you fucking single. You want to talk to my lady? No. I just like you. Okay. Just keep talking to her. Talk to her.、Okay.然后我 care buffer 的是女生说的话，然后相同呢，然后其实讲实话，13年以后，然后或者说12年以后，然后相同一些那个价格的话，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So 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怎么样？所谓叫数字上面的东西。You know, I do my best. Oh, no. He just worry about it. 他全部的担心都在 how much money you know Malaysia. You don't speak Malaysia. Malaysia is a fucking monkey. You know what I mean? Okay. Great. It's different. He get a family already. Look at he get a case. You next know what if the Malaysia? Malaysia is a fucking monkey. That's what I said. Okay. You know who I am? Don't like the relax. You see my license?You see my license? Malaysia is a fucking monkey. Philippines is a fucking monkey. You hear about that? I don't care about that, my guys. So just tell him how they make like 9,000, 10,000 per month. Just tell them. Tell them the truth. You don't care about that. I can't take him out how much money, right? Shut the fuck up, motherfucker. You fucking America. No, amigo. What the fuck you said?这小子好像他妈嗨大，现实搁澳大利亚好像羊奶喝多了，铁子你挺山。我说白了，搁东北话，我们要不，在我的家乡啊，有句sentence， you know， sorry， 山羊篮子，山羊篮子， you know， 在我的家乡有一句永远的话是怎么说呢？就很简单一点。然后因为我是湖南人，相同的我们就是。脚踏实地，然后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你已经踩到凌霄宝殿了。你 you already 踩到凌霄宝殿了。You know you are not 脚踏实地。You liar. You liar. Only 3,000 per month. You lie him. You are just think I'm a liar, right? Yeah. 来，那个下面的告诉你们，他打那个黑工，干那个擦边的活，一月能不能挣上5000？我听听。擦边的活呢，讲实话呢，我只能说呢，你在澳洲住过，你就知道。在澳洲住过的时候，你们实话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白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那种的？有没有能不能挣的？可以。我其实讲，我是特别建议人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啊 ，OK。但是相同呢。我讲实话，就是我们还是特别正能量，好吧？OK，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认为你的朋友的老婆好看吗？你认为他的老婆好看吗？就是我现在拉朋友的号码，然后再说一些。你认为他的老婆好看吗 ？She's beautiful. Which one? Pretty. Which one? 他有几个呀 ？Sorry， 是我。Sorry。对你丝瓜的老婆漂不漂亮？丝瓜的老婆我不认识啊。
丝瓜老婆我不认识。所以你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单身？You see me a single, right? Yeah, you single. Over time, so I'm a single. Okay. 丝瓜他垂涎你啊？那个，我能不能把我的微信然后打到公屏上？啊，OK， 你这样稍等，就是这边这个。有个东西是合法的，啊，然后他要整得好一点，啊，但这不男的嘛，啊，他整得好一点，啊，说不定一个小时能600。啥玩意碰瓷儿啊？一个小时能600？碰瓷儿啊？不是 PPC 那个啊 PC 啊，我知道这边那个啊法的，啊，这边但是不是那你们 PC 不是。不是，那你们咋不去干？那萨克斯你咋不去干去呢？你一天你一月挣3000，你低了狗脑瓜，你咋不去呢？狗脑瓜，身体受不了，我觉得那哥们身体能受得了。那身体怎么的？那玩意儿伤身体啊！干不了点，干不了点，干不了，完全干不了。但是亚洲男生不是很受欢迎的，在澳洲。他去泰国一趟，然后再回来。OK。那我这样，我问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他已经他哎 ，he's dead already， 不开玩笑的啊，他这个水平去了以后，如果打黑工的话，大概常规挣多少钱？大概，我说实话，我朋友有开寿司店，寿司店在摩尔星啊，他给黑工就是1个小时20，但是他要熟手，他要有经验，农场好好打。啊，农场他打黑工他能进去吗？不是，就是大概能挣多少钱吧？咱们说多的多少，少的多少吧。我觉得就3000吧。少的4000，多的4000。啊，那大概住的话就是，咱说住的打住的像丁胖子广场那些大哥似的，那大概一个月住得花多少钱？你得看他住在哪儿，这边普遍，像墨尔本 City 那边可能得。要个200多，那边有回音，那边有回音，他有回音。那你是怎么呢？起码200多一周，他得还得和人合租，然后墨尔本还有那种厅卧，就是，一个月低的也得600块钱左右吧，对吧？低的啊，拿不住不了啊，7-800得800啊，还得水电费什么水电网都不算的。啊，你不用外面算，外面远的地方他也挣不来那些钱，肯定是墨尔本这种地方给的工资才高嘛。对对吧？对，水电网，啊，还有电话费什么，啊，全都不算，煤气费全都不算，也得800。那算了吃能剩下一半吗？吃那他去餐饮店打工，啊，他包点饭，然后就是他包一顿包两顿，然后他再往回拿点，说不定他不要钱。那咱按他算剩4000算，完了花一个月就花销全算上，啊，咱说按往多算1500，剩2500块钱。啊能啊，打黑工就挣完了，挣一月挣一万，干能挣一万。往死了干啊！往死了灌能剩1万，好，得出结论了。但是他这个啊，他交房租他能现金交吗？那我不知道啊。但除非就是找那种二房东啊，二房东就扛着点。找别人，啊，那就不知道了啊。没有 credit 是吧 ？OK， 行，啊，那我懂了，就是往死干剩1万啊，不是别说往死干了，一般干剩1万啊，这谁行谁去干。完了，那丝瓜老弟，那你自己看行的话你就去吧。我感觉你那哥们儿好像是垂涎你媳妇儿，应该是，要不能让你去，你那挣9000，这刚才不说好吗？45000人民币，刚才你这不剩1万吗？那是那伙食费咱自己掏了，咱就按4000算，一个月他得给你补25000，行吧？你看要行的话你就去吧，好不好？你的朋友怎么讲呢？普通话一般 ，OK， 好，那就是我们听懂了，上那个澳大利亚。啊，狗都不去，好，听懂了，你们待着吧，你们好好干吧啊，加油啊 ，Cecilia 啊，菠萝啊，萨克斯，感谢你，感谢 ，Thanks for you guys，OK，okay， 啊，咱俩好好加油 ，Enjoy your wife，OK，OK，、okay， 好，谢谢，啊，大头鹰，我老公特别喜欢你啊，你有老公了，以后别上来了，OK， you know what I'm saying，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故乡的樱花开了，劝你吃点六味地黄丸吧。但是你的爸爸 fall astray， ther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re you hear me， there you still listening， there shut the fuck up， 真行啊。啊，9000块，
少了算我的，你呢？真行啊，属于跟哥们吹牛逼，哥们当真了，要去。1984年，在东南亚自由搏击，菲律宾猴打的打，我给菲律宾猴打蹦起来，我给菲律宾猴一个高高腰跟，真行啊，真有活。